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否都要求被医治者具有强大的信心？你好，我是 Tim， 是加拿大多伦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马太福音的第九章27到34节。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道：“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吗？”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的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在上一周我们学习的耶稣治好了雅鲁的女儿之后就离开了。那么今天的这个部分内容只有在马太福音的记述当中可以找得到。那么马可只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正前往拿撒勒，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大声地喊道：“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那么这一些瞎子是否真的了解耶稣或者知道他的血统呢？那么在文章当中并没有说。耶稣一直在外面行神迹，传讲上帝的国度，因此他的名声是越来越大。那么在他的事工开始之前，他被约翰声称为上帝的羔羊，他将带走世上的罪孽。再加上犹太人从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和耶米尼书的第23、5节当中所知道的事实，弥赛亚一定将来自大卫的后裔。很明显，这些人说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因此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怜悯他们，并且医治他们的失明。但耶稣问他们道：“他们是否有信心相信他能够治愈他们？”当然，虽然说耶稣也知道他们的心，但他还是想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他们的信仰。这正如像上帝对我们期待的一样，在我们提出要求之前，上帝其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他希望我们通过在祷告中寻求我们的需要，来表明我们对他的信仰和对他的信任。那么这两个瞎子就说他们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们，那耶稣就回答道：“照着他们的信，他们就能够看见了。”就这么简单。那么在这个奇迹之后，耶稣叮嘱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耶稣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来教导人们，但如果他们都只是为了奇迹而来，那么他将无法做到更多的教导。然而他们并没有听从耶稣，而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所有人。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当他们离开家之后，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有人将被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了耶稣面前，那么耶稣也就把恶魔赶出去了，那个人就可以说话了。人们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并且说在以色列当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耶稣在之前已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迹，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所以这些人以前没见过或者没听到过这样的奇迹，这一点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但是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指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两个奇迹之间的区别。关于两个瞎子的治愈，以及在我们上一周当中讨论的那两个奇迹，都是基于被治愈的人
具有的信仰。但对于哑巴的治疗，并非基于这个人的信仰，这向我们表明了具有信仰并不是耶稣治愈他们的先决的条件。耶稣有的时候只是单纯的行神迹，那么这与我们今天所谓的信仰治疗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可能会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彻底的医治，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仰。那么事实上，这个人没有得到医治，是因为那些所谓的信仰治疗师并没有拥有他们所宣称的那种权利，他们是一种欺诈行为。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耶稣的神迹在没有得到被医治人的信仰的情形之下而进行的。那么我们会看到唯一一次一个奇迹试图被执行，但是最终没完成，是门徒的尝试并且失败的。那是因为门徒们对上帝的力量缺乏信心，这是一个缺乏信心的问题，是施行奇迹的人缺乏的信心，而不是那个要被治疗的人。那么回到马太福音，法利赛人看到一个不可否认的奇迹，但他们却说耶稣是用撒旦的力量来驱逐恶魔，这是一个荒谬的陈述。撒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好，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在明天继续接下来的学习，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再见。I'm not ashamed to